隋朝末年，右主杨桐继位洛阳，时天下大乱，臣弑君，君也杀臣，每个人的生命都危机四伏。王世充，你老奸巨猾，居心不良，想先天子立立诸侯，今天你的死期到了，拿下！四起，您怎么可以安稳地坐在这儿？这些人打哪儿来的？开门！快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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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，施主不知有何贵干？我要见方丈。施主，未经允许，你不能擅自闯寺。施主。施主，请留步！我要见方丈。施主，施主，请留步！施主，施主，请留步！让开！快拦住他！啊！
师傅。那个人，他还没有走吧？是的，师傅。他还弄些碎石头跪在上面。师傅，真的不让他进来吗？这场雨下过之后，他就算不走，也撑不了多久了。师傅，没其他的事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师傅。风云际会，你能一飞冲天。十大门派已全部铲除，再没有人敢与叔叔作对。没有人看到是你们干的吧？义父放心，所有见到我们的人全都死了。但是我还有一块心病。不就是几个少林和尚吗？交给知了你就可以了。叔父何必为此大伤脑筋呢？堂兄说得很对，那些背面的武林门派，每一个不都是说他们高手如云吗？结果呢，被我们秋风扫落叶，扫得干干净净。你们别小看出家人，尤其是少林寺，卧虎藏龙，他们跟那些武林门派截然不同。敢问叔父哪儿不同？你们看小了，总有一天你们会吃亏的。大师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收留我？好，当地二族雪地断臂向达摩祖师求法。既然你们都无动于衷，今天为了表示我的决心，我就自断左腿。什么人？阿弥陀佛，施主，请随小僧进寺。你说什么？请跟我进寺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老天终于开眼了。云泽，你替我跑一趟少林寺。叔父，您的意思是要我带兵剿灭少林寺？不，为叔不是要你去动武，而是要你持请柬上少林寺，请谭宗来当教头。少林寺不就是间和尚庙吗？谭宗又算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不像对付其他武林人士，反而要如此的礼遇他？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少林寺并非一般门派，不可能派兵硬打强攻，要以智取胜才行。要如何智取呢？方丈，弟子姚汉武衷心希望能够
进入少林寺，学习武艺。姚施主，正所谓佛度有缘人，你想进少林寺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要遵循三个条件。是哪三个条件？第一，你得放下一切尘缘，虔诚皈依我佛。这汉武能够做到。第二，既然皈依我佛，就应该忘记仇恨，舍去报复之念，一切不追逐世间名利。我可表面答应，等一成之后，他又能奈我何？方丈，这个汉武也能做到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在佛寺之中，你可不能够撒谎啊。少林方丈果然名不虚传，竟能看透我的心事。是师父。第三，凡是本门弟子要遵循四规。姚施主，可有异议？弟子没有意见。此人眉宇之间有一股怨恨之气，必须加以磨练呐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僧满，你带施主去菜园浇菜，等适应清苦的生活，再行剃度吧。是，方丈。你们这是耍杂技呢是吧？听着，把你们老和尚请出来，否则我就要冲进去了。少林弟子誓死护持。嗨，阿弥陀佛，不得无礼，还不退下？反贼的主谋终于出来了。小师傅，快快快，走快一点。催什么催，又不是去赶集。是是，不是赶集。你已经第三次催我走快点了，该不是做什么坏事了吧？没，小师傅，你怎么会这么觉得呢？真的没有吗？小师傅，方丈不是说了吗？出家人不打诳语。那你怎么一听到有官兵就吓得脸色立刻变了，还不说话，还频频催我走快点？那肯定是小师傅的错觉，是吧？师傅刚收我为徒弟，肯定是太高兴的缘故，所以不自觉的想去干活。还有人这么想？哎，走走走走走。施主。何出此言？老和尚，你们刚才的举动分明是想造反。罪过罪过，出家人向来慈悲为怀，岂会有造反之意？刚才只不过是一场误会罢了。误会？刚才你们的棍子都快指到我鼻子上了，这还是误会吗？哎，惭愧惭愧，老衲疏于管束，如有得罪之处，冒犯了大人，老衲在此赔罪。请问施主，今日驾临有何贵干呢？交完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方丈，哎呀，好你个僧满，吃了熊心豹子胆，连师兄都敢捉弄啊！看我不教训你！哎，站住，别跑，过来让我打！打我！站住！不瞒方丈说，王某这次奉太尉之命前来少林寺，其实是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那敢问施主，所谓的好消息是？听说贵寺有个叫谭宗的，武功十分了得，
在武林中被誉为天下第一高手。啊，那都是虚言，施主可认真不得呀。如今的太尉也就是我的叔父，向来久仰谭宗之名，所以派我来送请柬，请他上太尉府当教头。方丈，请。阿弥陀佛，那全是虚名，老衲不胜惶恐。人的名说的赢，少林名声历来不对，怎么会是虚名呢？看来方丈是不想给太尉面子喽。我等乃方外之人，四大皆空，六根清净，早已看破红尘，无异于功名。行吧，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施主，施主。有人路过这里，看见了。去哪里了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什么？就是你？这些少林弟子胆子真大，他们居然拒绝您的邀请。那么生气干嘛？如果谭宗不肯来，我们正好以此为借口行事讨伐少林寺。原来叔父打的是这个主意啊！你以为我跟他们一样是吃素的？方丈，王太尉邀我去他府中当教头，不知道他究竟在打什么主意。中原十大功夫门派瞬间被人满门抄斩，武林人士人人自危啊。听说王世充是幕后黑手。方丈，如果王世充这一次要灭我少林寺，我必须去探个虚实才行。师弟，本寺命运要你独自承担，老衲深感抱歉。贫僧明白，无需介意。如果要是谭宗来了呢？要是他来的话，您真用他当府中教头？能用则用，不为我所用，就找个罪名把他杀了。叔父，就算这些少林弟子有三头六臂，也逃不出您的手掌心呐。你居然敢戏弄本大小姐，简直是找死嘛。你居然还敢闪。省省吧，王大小姐，这剑也花银子。你怎么知道本大小姐的来历？在下精通算卜之术，天上洞悉大半，地下无所不晓，这点小事有何不知啊。你戏耍本小姐目的何在？劳烦大小姐转告令尊大人，
请他务必提防自身安全，否则三日之内他定有血光之灾。你胡说八道，我一刀杀了你。你就是杀了宰相也免不了这场血光之灾。假如此事未能应验，三日之后你到城西的城隍庙取走山人项上人头。你到底是何许人也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小姐，小姐，这儿，小姐，小姐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师弟，此行前途多险，还望你处处要谨慎啊。方丈请放心，谭宗知道王世充为人阴险，夺天下之野心极大，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。贫僧谨记在心，方丈我自会留意，佛心普度众生。阿弥陀佛。师弟此去，凶多而吉少，少林寺的命运也风雨飘摇啊！岂有此理！这些个江湖术士就会故弄玄虚，搞得人心惶惶。为父才不吃那一套。可是他说的信心满满，而且还立下了赌约，女儿是怕……怕什么？这些个江湖骗子只会用嘴巴骗人，就跟那些武林人士一样，令人讨厌。那家伙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竟然敢诅咒义父。义父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让他人头落地，看他以后还用什么救唬人。教训教训就算了，干嘛非要弄出人命呢？义父，那家伙在哪儿？他说在城西的城隍庙中。喂，是你说的太尉有血光之灾，我在问你话呢。你是聋了还是哑了？为什么不回答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你不认识我，但我却认得你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少跟我水仙不开花，装大头蒜。你以为你不说话就能显出神秘了吗？今天我要让你知道，信口雌黄得付出代价。拿下。哪儿来的小子，敢在这里撒野？让开！果然还有两下子。
小子，你找死！义父，孩儿不才，让那个家伙跑了。哦，你们人那么多，怎么奈何不了一个骗子？那个家伙背负的木箱中藏有暗器，而且功夫不浅，和孩儿在伯仲之间，孩儿因一时轻敌，所以让那个家伙跑了。他是个算命的，手里拿着个布幌子，怎么可能背着个箱子呢？我没瞧见什么布幌子，而且那个家伙总是冷冰冰的，一直不爱说话，像一个石头似的。不是吧？我所遇到的那个术士是个口若悬河、行动诡异的人。难道我们遇到的不是同一个人吗？或许他在故弄玄虚也说不定。那个家伙竟然能像陀螺般旋转，凡是触及者无不被伤。听你这么说，他也是武林中人，毋庸置疑。来者不善，你们兄弟两个严密盘查他的来路，刀下不留活口，免除后患。师父，您不用担心，小侄会加强戒备，三天之内一定把他拿下。阎王已死，害怕小鬼吗？你安心去睡吧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们都去歇息吧。是。动手！师父，危险！冷风，不可。师父，那可是条毒蛇，让徒儿来对付他吧。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岂可杀生造孽呢？师父，可是要被他所咬伤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他咬了为师没有啊？还没有。蛇有蛇路，人有人路，他既没有侵犯为师，你又为何要伤他呢？还是以和为贵吧。老爷，
师父，你说蛇，它毕竟是动物，也懂得礼让吗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只要回答我，可否记得15年前江都督造张衡一家惨遭灭门的血案？你是何人？复仇人？是你杀害了张衡全家？我可以发誓。闭嘴！你最好安分点，想活命就别妄动。我不是要反抗，而是想告诉你，张大人是我的恩人，曾经提拔过我，让我仕途上一帆风顺。王某又岂会恩将仇报？别说无关紧要的废话，我只想知道真凶究竟是谁。你最好从实招来。劳烦大小姐转告令尊大人，请他务必提防自身安全，否则3日之内他定有血光之灾。快说，我可没那么大耐性。其实王某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不是那么清楚。我不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我只想知道真凶是谁就行了。命关天，王某不敢信口开河。你不敢说，是想拖延时间等待救兵吧？宋峰，俗话说井水不犯河水，无论是人还是动物，你不去冒犯别人，别人也不会来冒犯你的。哦，宋峰，还有一件事你一定要牢记。是师父请吩咐。以后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你都不许出手，而且逃得越远越好。师父，这突然就不理解了，咱们少林以武名扬天下，为何就不能彰显呢？朝廷已颁布禁武令，如果你显露武功，岂不是自取其祸吗？哦，对，师父，我刚想起来。No!
少林，少林，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。少林，少林，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。金蝉的武艺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名辉煌，千年的无私神秘的地方，嵩山有故，人人都向往，无数的故乡，迷人的地方，天下是把你敬仰。少林，少林，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。金蝉的武艺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